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声威情系香港粤曲演唱会的现场。今晚在上半场里面，大家一连戏就听了四首很经典亦都很好听的粤曲啦。除了多谢我们主办方为我们精心挑选，多谢我们的演出嘉宾为我们倾情演绎之外，更加要多谢的是我们这一班专业拍获的深圳声威大乐队的师傅。现在我们一起认识和再多谢我们今晚的所有演出的老师，分别是我们声威的音乐总监黄建涛师傅。涛哥好嘢，当然多谢你。还有我们的音乐领导苏国东师傅，苏师傅辛苦了。邓小兵师傅，是冰姐的扬琴出神入化，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，咁啊，同時亦都有我哋嘅陳小華師傅、鄭紅寧師傅、何琴師傅、梁海生師傅、傅桂雄師傅、曾玉麟師傅、李日全師傅、宋益文師傅、陳堅強師傅、黄秋强师傅、张恒师傅、严景禄师傅以及曾品强师傅，多谢各位师傅为我们的倾情拍和今晚的精彩演出，亦都全赖你们，辛苦了。好了，介绍完我们劳苦功高的拍和师傅之后呢，我们马上就要请出跟着下来的两位演出嘉宾。接下来登场的两位都是相当之资深的，一位就是我们的资深唱家许泽尧先生，他今晚邀请到我们著名的粤剧花旦胡子文小姐拍档，共同为我们演绎《林冲之柳亭饯别》。讲到这首歌我有点心潮澎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林家声先生和李宝莹小姐的经典名曲。林家声博士曾经在舞台上为我们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角色，令我们忘怀。今天呢，虽然他已经远行，但我希望通过我们粤曲爱好者的努力，能够令粤剧艺术薪火相传，令林派艺术和我们所有传统文化一代代发扬光大。借这首歌呢去缅怀林家声博士，有请许泽尧先生、胡子文小姐为我们带来《柳亭饯别》。难怪到卑微莫与
权奸斗苦打成招足解愁，妻房千别悲分手。情不知离愁别恨，何日此啊能有？夏听阳关三弄烟，更怕饮临期人会走啊。
手，岂能不知道把春秋？此恨未用，随左右，更如色归隔天旧。女妻不共长厮守啊，屠虎狂藏实可收。成乌有落，就算得那流残命，亦难解恼。上盼精良，你接受啊？林某休憩精良，正是为精良着想。休书一纸，才免你遗恨千秋啊！情如海洋，我正里今生都无嘢把兴愁。若再为求名志惨牺牲呢，亦是我临终罪孽心。夫啊，既然相爱，为什么惨乱愁？千般风情有，当是你为兵去后人，千遍能累我。原为爱妻竟知不阿斗，故料立心有气鸳鸯牛，良缘实不可以风流。再问情夜游，首先应接难，我愿是主
见着物再痛分手。某为爱护精良，才不与你同偕白首，不忍把精良负累，这就是我休妻的理由。还问娘子一声，为丈夫一达远离，奴便由锦儿相伴，与老妇相依，把夫郎等候。假如我身遭不幸呢？奴便为夫守节，此次拍酒。权奸再逼重婚呢？精良誓不迁就。倘若你难逃难恶誓，我岂不把残命？哎呀，这就教人挂虑了。高朋我独不知阿秀，秀行猖狂成小友，去欲把吴差爷见未有，逼我夜地漂流。叹若水淋风难抵受，定交花落。无力的无法无把忧书写就，你不若令你沉无夜偶，莫因那精啊
温呢，有有负你恩啊，忘情深啊，常盼正啊。Yeah.
遗憾，但系官人你要应承正娘，你一定要强自珍重，保留性命。你一定要翻嚟见正娘自豪啊！正娘你也要小心，为了逃避人望，你要立即高飞远走啊！风霜里不交正折花接茂，生分散思相间，夫妻恩爱那依靠，总不忍心使代妻数归独下手，恨怨千秋。你还是把休书潇洒吧。就好了，林冲辞陪王创奏，难与正娘再并头，一纸休书交翠袖，死生不是凤凰巢，死生不是凤凰巢。字了，错了，错在哪里？相公稍待，辞陪王创奏，难与正娘再并头，虽而休书交翠袖，死生仍是凤凰巢，死生仍是凤凰巢。哎呀，哎呀呀，老婆子头张志盖，休妻的景变不能休啊！情意何深厚，一片金开复探愁啊！临期处置谁是老虎？赠郎送别泪
娘子啊，娘夫辞别广沧州。似舟，夜店风凄莫晚头。襟怀幽梦浓烟流，相思不上彩云楼啊。生离死别同分手。一声珍烛连纷飞，但祝夫妻能应天庇佑。娘子啊，盼一句人生难。